独创有机香草七感疗愈的花莲央悦千禧酒店，强调有机健康主题的体验，从好舒眠之旅、调整免疫力之旅、有机蔬果断食疗程，吸引了国内喜欢疗愈乐活小旅行的游客。连续假期呢，住房率达到80%，14000多坪的香草花园也成为外地民众的浪漫求婚首选。央悦千禧度假酒店精心规划的健康养生有机香草气感疗愈，每间房客都有酒店自家农场以有机茶树萃取的防疫体验包。酒店内的有机香草正区域，先采君达休闲农场经过国立中心大学认证的有机香草。央悦千禧酒店即日起到4月30号推出放长假住房专案，有4天3夜、5天4夜、7天6夜可选择。双人入住薄荷豪华客房，提供全日餐厅早餐，加赠热火宴食券200元、茶树精油香皂 DIY 课程，以及香草迷宫花园香草达人解说30分钟，感受花莲大自然的山林之气。有机香草芳香疗愈也都推出了许多相对优惠的住房专案，像是有long stay 的住房专案，针对4天3夜、5天4夜或7天6夜，给原本规划要出国度假的消费者能够选择在台湾安心的度假，然后放一段给自己放一段很轻松的长假，就很适合这个专案。那另外其他的我们还有像是SPA 的专案，针对 SPA 的专案，或者是针对跟小农合作，我们带着消费者到小农的田里园里面去认识小农的蔬果，然后栽种采摘回来之后，我们也做一个厨艺教室，然后亲自做料理的这样子的活动的结合。所以花莲央悦千禧度假酒店呢，其实一直都在推广这方面能够跟健康、跟有机、跟身心灵放松有关的课程。那也期待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利用这一段时间呢，多多来参观我们的花莲央悦千禧度假酒店。而前来住宿的游客则是看上这里14000多坪的香草花园所带来的芳香疗愈，同时也增加自己的免疫力。第一次来觉得这边风景很漂亮，而且呢又很好玩，还有就是到处都是花香味、草香味，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哦，适合全家一起来。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来这边呢可以享受一下它这边的游泳池也很不错，所以呢很适合全家一起来，大小一起来，而且还可以真的可以那个对抗武汉肺炎。四月份可以说是日本樱花季盛开的季节，不过央悦千禧酒店也有整排的樱花，开阔广大的腹地，吸引来自各县市的游客入住，还有游客特别选择在浪漫的香草花园内求婚，以红色树叶摆出一个超大爱心，在粉嫩樱花树下合影，成功虏获女主角的芳心。我会努力以您为榜样的爱护她、照顾她、保护她，成为你们之后甜甜的下一座靠山。你愿意放心的把甜甜交给我吗？这段日子哈，对你的观察到昨天为止，我认为你通过了考验，我很放心的把甜甜交给你。你希望干嘛？愿意信任我，把甜甜交给我。那我想甜甜交给你。除了妈妈很放心吗？干妈当然也很放心，那更期待你们相处的百年好合。占地14000多坪的央悦千禧酒店，种植数百种的有机香草，像是澳洲茶树、尤加利，都是抗菌防疫的植物。当游客沉浸在全天然抗菌、远离病毒的绿色生态环境，还可以脱下鞋子，赤脚踩着无毒的土壤，触摸有机香草的精油包子，闻着各种有机香草精油的芬芳，大口呼吸山脚下的健康芬多精及有机香草的负离子。记者中文简上报道。